党团干部你顶我，我推你，吵成一团。因为立法院要审查莱猪行政命令，经委会一开始蓝营要求陈旭发言，还马上冲上台不让陈吉仲报告。你要要求主席，不是要求主委吗？好不容易主席同意要陈旭发言的都来登记，蓝营才退回座位。立院审查莱猪九项行政命令，经委会、卫环委员会分别邀请陈吉仲、陈时中备询，亮正场齐开，朝野莱猪攻防正式进入深水区。国民党费鸿泰首先在卫环委员会要陈时中表态，支不支持莱猪进口在海关时就要标注专属货号，支持还不支持？开会会讨论，又不敢讲，只有想到的关，很可怜了、啊，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。面露什么什么状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。用这样的讲法，并不会让这样的讨论能够正常化了。政策，这完全为政策辩论，你讲都不敢讲，你只在乎你的官位。已经是在委员会。费鸿泰跳针式人身攻击，绿营立委要他注意时间，别吵了。因为担任卫环赵伟的蒋万安扬言挑灯夜战，还说要是陈时中去疫情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，不会同意次长代打，会等到他回来再开。会就看赵伟的安排，有跟赵伟先请假。同时间，经委会正常，国民党立委又集体拿着反对莱猪进口看板，杯葛议事。先公听，再审查。国民党不肯退，经委会主席只能暂停会议。国民党消耗战、延长赛都出招，绿营只好奉陪，但也希望蓝营能让各部会有向民众说明、澄清疑虑的空间。三立新闻方部风刘家伟、陈英豪、周宁 SNG 小组台报道。